有被剧中自己的盔甲造型帅到吗？多好看，盔甲一成，盔甲挺不错的啊。哎，真铁，挺好，每天就是摸来摸去，还自己给自己拍照，留着发给我爸妈，你说好不好看？这可不能啊。骑乘交场的戏份拍起来感受如何？就是那挺好玩的，记得去内蒙的时候，那个大草原，牛羊肉啊，就是每天看，就是看着那个。很多那个牛羊马就心情都不一样，那些马的话就是其实很乖的，很听话的，但是它也有不可控制的一些情绪。包括我们之前拍那个戏的时候，也哇、哦，那个马就不可控嘛，现场嗡嗡嗡嗡嗡，有好几次这样，幸好我用起来比较好一点，立马把那个马鞍啊勒住了。这个其实就是非常正常，如果拍马戏、拍大场面的时候，所以我们拍戏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剧组特别好，会给我们提前去训练。